那我来不及了。那我来不及了。那我来不及了。今天跟着二流子那个走人户，今天上午带二流子去吃饭，然后吃饭吃了，刚刚又遇到我一路还走过人户呀，这样来看哈儿，走那边就是，那边就弄了。啥都不带，都给我。这边都丢了。我新孩子。你新孩子，我。你去把搞点新产品。我上次那个架子的布都吃的闲着，闲着得很，闲着得很。因为那个房子保存的多完好，那个。那个。那个黎明搞的，以前才有这种装饰吧。儿子，你们都没得这种的了。到了淘汰的时候了，你看那人都挖都去了，是吗？那个好像叫那个太太想花在那里弄来整个干什么？他是上个班上就是你二老公整那个东西，道理是一样，是不是？就是一样的。走，到巴适吃烧烤，吃安逸个。有机会过来嘛？这个吃去。可以。啊，走。是那个巴适。之前这个有点没好评的，让我才面了一下。巴适的，可以，巴适的。本地葡萄结，今年只结了一亩多，就一根噶。一根，一根发的嘛。好多年了，这根葡萄喽。一只手都靠得站，这个么子？我是点位豆子，点磨。不是这种，不是这种，背的这种，不是这种，还有高点，就是几家些小，让那个堆儿绯红的多看，就是这种，这个就是哪个？两种都开得好看。它是不是一根树子要开几种颜色呀？一根它就开出五种。好几种颜色。可以。可以，我等会儿我给你拿个超的，拿个装的嘛。多扯点儿噻，那个。那下面那个还有那脚杆呐，脚杆那些都还有脚，那有背的下，背的下，都是好多哈。真的，那可以看得多的。我屋里边就是插花现在。那喝得到，这都是全部是落的芽，落的枝子。它这个长得快。它落了就长起来。对头，上次我带那点，它那边那个指甲花很多啊，指甲花。哪个是指甲花哦？就是你捏的个，有长尖的。这个是指甲花。嘿，今天来嘿，又搬了点花回去栽去。那个草坝边上种的空的。哦，他种的都只有一根，算了，那一根就不弄了。哦，那个是一样的，算了，这根大的只有一根就不弄这样的了。我就提点小的花栽去，明年子就开了。吃饭不关键，你喜欢哪点啊？小火车的。
晓得我有车的，你晕车不管是啥，晕车有啥子关系啊？你可以选择走路噻。哦。但是嘛，走路就不能晕车。弄啥这个？有啥？那我要开啥子车啊？这个啊，这个来干啥？你条件啊。要是啥子意思嘛？要不要换一下？我全部都要吃。你要吃番茄的不嘛？有啊，我都要吃番茄，我这些我都要吃。有。小龙虾。你我把你讲的。你俩先站远点，先站远点，等会儿再。小龙虾，我要番茄酱的。来。番茄酱的，番茄酱的，番茄酱的。啊，番茄酱的，番茄酱的。有没有？我到后面的。我帮你剁的。这个还有牛奶糖的味道。嗯，你看那两瓶剁的位置是不是刚刚好？有牛奶糖。有牛奶糖的味道。我还没开始喝。哎呀，当然喝嘛，真的有。真的有啊！你不要骗我。哎，你要摆些这么多。有牛奶糖的味道，爸爸。整那么多往烧在那儿呢。来筷子那么筷子，你像牛的碗。两个上次吃一个，没得粉粉的多。你看嘛，那碗里一个瘦子，后来尝尝。你吃了牛肉好不好？我们两片牛肉来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再吃一片。好吃啊。不要了。哎，你吃。这边的倒点菜的了，我看到你吃的，我好吃了。哎，抓的，抓的。哎哎，你先腌嘛，腌那个头的腌肉，我在。有嘛？有。要配的。你到哪去了？我那里去。要吃是噻。哎，多得很呀。哎呀，多得很。多得很。你酒不是微量，干杯干杯。要精一点多啊。他虚伪嘛。慢慢来，不要。这一局我看你超过六倍就好了。你看我们两个几天就干了噻，你嘛，干干够了。你看到什么嘛？哎，有时间嘛，要喝呀，是不是？俺都不喝的。你喝呀，俺这边看见了，给谁？他喝的，人家是没喝的酒啊，应该是。没，没事。等等，我吃过虾子，你喝完酒。对嘛？你大家给同学出面买酒，不得人。不，我吃过虾子，你喝完酒啊？来，多一点嘛。哎。我吃虾仁就喝酒啊！虾仁不一样，来吧。吃虾仁不一样，哎呀，有人生。你说白酒不够，还有啤酒哈？嗯，白酒不够。你一瓶多少噻？就这么多。我就说的话。对。还吃不了。飞机故障，哇！哎，这不是牛吗？楼上来楼，楼上来楼。好好好，好嘞，好，不管不管。哎，大姐儿，哎呦，过，干不要？来嘛！哎呀，哎呀，好嘞，二嫂，快点，你不发一个给二嫂说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吃少一点嘛，你不给我剥一个？哎呀，你没得吃啊？我吃少一点。你姐吃完子不？嗯，我不要，谢谢。虾吃虾。来来来，这粉素面，你干净点，你吃一半，感觉媳妇高一点，就是啊，调粉掌握的紧，你媳妇来慢慢聊你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看的，那凉的，你看，那凉的，还有，嗯，闻一下，来，看，我不起那个话了，你这个，你看牛肉一样，来，儿子来，再干哈嘛。再干哈呀？有虾子那些光盘吗？啥？你给妹妹削盘子，但是没得人有虾子给人家配过。